时候就要到了，用你们的刀尖刺穿敌人的心脏，用你们的刀锋把大清朝劈成两半。勇士们，脚下是我们的草地，天上是我们的太阳，身后是我们的母亲，手中是我们的钢刀，让我们尽情的欢乐吧。勇士们，跟我来。禀皇上，噶尔丹大军已被剿灭，余部四散，噶尔丹逃往乌兰木通，大阿哥正在追杀。